陈振中和李诗画这对好拍档，这天一起为新剧《经销大厦二》开工。剧组这次还大厦成本，在高速公路枫桥拍摄。不过，并不是拍什么飞车动作大场面，而是一场浪漫的赛车戏。其实我们是拍这个赛车而已。对，就是赛车还有拍拖，就是我们两个拍拖的、啊。这些通常都是浪漫的画面，通常都是一些大场面，就比如打飞车打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只是谈恋爱。你看剧组都多好，为了营造你们那个浪漫的气氛，就动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。但是就是我刚刚看见，就是山聪你在剧里面就要帮女的去买雪糕冰淇淋。对啊，就现实生活中你会是那种就是那么不顾一切的浪漫的男生吗？以前可能会吧，但是现在我老婆就叫我你不要做这啥事，啥事情不要做。啊，但是啊，就如果一个男生他就是对你做这种事情，你会就是觉得啊挺好的还是？其实我觉得最好就不要了，因为我胆比较小，所以我就会怕别人抓到或者是别人拍到，就不太好了。我觉得就正常一点好一点，低调一点比较好。低调一点，对对。虽然这段时间两位都要忙着拍剧，不过剧组都很体贴大家，每星期都安排了一两日假期给他们休息，令山聪和诗画都可以忙里偷闲。之前做了一个 staycation， 其实也是工作，但是也是一个还好的工作，因为可以去旅行，就是去一个酒店去待两天啊、但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其实全世界都是我们酒店啊就是餐厅啊，其实大家都很难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多去啊。就享受一下吧，我觉得在香港也可以好好的去享受，去酒店啊，就感觉也是去旅游一样啊，就放松一点自己的心情，而且也可以帮助其他经济，对，那像冲浪就是这段就是有空档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我的空档现在是全都是给我的儿子而已，对呀、啊，没有啊，就是回家看他吧，抱抱他，看他，我已经很开心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变化得很快，现在已经跟我不停地讲话，叫啊，不停地跟你对话。他对呀、啊。你要多点回去跟他相处，如果不是你错过第一次他叫爸爸就。当然了，我每天都叫他，叫爸爸，叫爸爸，你啊，对呀、啊。